对啦，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的台湾民主的社会，公民投票，大家不要再去盲从说，哎，那么回到我们的台湾民主社会，我们有公民投票这件事情，我觉得不要去盲从说，哎，有人说叫你投四个不同意，你就去投四个不同意，叫你投四个同意，你就去。那么回到我们讲台湾民主社会有公民投票这个权利，我们不要去盲从说，哎，那个公众人物有人。好，那么回到我们台湾民主社会，我们有公民投票就是这样。好，我们回到我们台湾民主社会，我们有公民投票这件事情。那我们回到台湾民主社会，我们有台。那我们回到台湾民主社会，我们有公民投票可以。那我们回到台湾民主，那我们回到台湾民主社会，我们有公民投票的权利。那我们要好好珍惜啊，不要去盲从听什么公众人物或者是网络说啊，我们去投四个不同意，或者是我们去投四个同意，我觉得都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。我们要自己动脑筋，不要去盲从，自己想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每个人是不一样的，就自己有自己的想法，自己去投票，自己去盖章，这才是民主社会的价值。What the fuck?